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 我是 Dan. 在2020年温哥华冬奥得金牌。2014年索契冬奥得银牌的韩国花式滑冰选手 Kim Yeon-na 在韩国被称为是花滑女王。然后这次参加北京冬奥的掐军乱选手被韩国网友们称为是花滑王子。而在昨天的冬奥比赛后，又有一位女选手被韩国网友们称为是花滑将军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昨天参加比赛的韩国 Kim Yeon-na 选手在比赛结束后退场时候的反差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表演结尾以优雅的动作结束比赛的 Kim Yeon-na 选手突然好累，因为反差实在太大，所以马上就在韩国论坛引起了热议。这表情真的可太有好感了，可爱漂亮帅气都做了。有人说这是从 Oh My Girl 变成了 Monster X， 可优雅的行礼后，这表情跟走路的姿势超有魅力。希望Kim Yeon-na选手能继续拿下好成绩，也希望各国选手们在剩下的比赛都能加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求生欲很强的Eun-na。有看韩国论坛的人应该会不难看到 Talula 这个网络用语。Talula 的意思是在与人对话时虽然没有那个意图，但是不小心骂到抹黑了对方家人的时候，因为想要赶紧收拾那个情况而改口的意思。简单的说就是，哎，你觉得他怎么样？我长得也太丑了吧，他谁？我老婆。哇，这么看很有气质，很有仙气。一位粉丝在网上上传了披萨照片后留言，样子有点烂但还不错吃的披萨。这时候Eun-na开玩笑的回复，稍微有点超烂。粉丝再回复，是我母亲做的披萨。Eun-na急忙回复，稍微有点超好吃烂。看原文的话，Eun-na在韩文다소많이구린데加了超好吃的网络用语짱마탱。虽然翻译的话是超好吃烂，感觉有点奇怪，但是看韩文짱마탱구린데的话，没有一点违和感，就变成了非常顺口的称赞，而且后面还加了个爱心，所以能看出来Eun-na的聪明以及求生欲。Eun-na好可爱，求生欲也能这么可爱，可能跟粉丝这样开玩笑，好羡慕粉丝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让粉丝们爆哭的 TWICE 演唱会。昨天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 TWICE 巡回演唱会，因为是久违的九人完全体演唱会，也是因健康问题未能参加去年底首尔演唱会的成员，以健康的样子上台与粉丝们见面，而让很多粉丝们都哭爆了。其中最让粉丝们感动的部分是看到成员自我介绍的时候粉丝们尖叫的一幕。塔彦为了抱成员默默地在身后等待的一幕，默默为了给成员撒花千里迢迢跑过来的一幕，成员们一起来安慰流泪的成员的一幕，今天的演唱会从头到尾因为太感动让我哭不停。成员看起来很健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想要流泪。果然是九 TWICE 是最棒的，听说美国的每场演唱会门票都售光了， TWICE 真的太厉害了。希望 TWICE 剩下的演唱会也能顺利的结束，也希望成员能一直健康。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